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奖名单出炉，《流浪地球》获得最佳故事片奖，林超贤凭《红海行动》获得最佳导演奖，《地久天长》获得最佳编剧奖，王景春、咏梅也继今年柏林之后再封金鸡帝后，《妖猫传》获得最佳美术、最佳摄影两项技术奖，王志飞、吴玉芳分凭古田君浩、送我上青云获最佳男女配角。非凡娱乐。